据中央气象台预报，今年立秋以来最强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多地。26日，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、华北中北部等地出现6到10摄氏度降温，内蒙古东部局地降温18摄氏度。此外，北京36年来的最长夏天宣告结束。网友戏称：“冷冷冷冷冷。”不过，你妈让你春捂秋冻，别不听啊！你那儿今天多少度？感受到秋意浓了吗？